很多老实人啊，就是到死都不明白，他都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被这个社会欺负。所有人都觉得是因为这个社会喜欢欺负老实人，但其实并不是，真正的原因是老实人擅长被这个社会欺负，也就不是别人喜欢欺负你，是你太擅长被别人欺负。人类世界 90% 以上的人际关系都是在相互试探，纯粹的善意和纯粹的恶意都很少，所有人都会权衡利弊，每时每刻都在权衡利弊，无论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是强者还是弱者。而且这种权衡利弊时时刻刻都是在动态调整。老实人之所以被欺负，是因为他们给予外界试探信号的反馈就是，我好欺负，我没有攻击性，我愿意放弃很多利益来避免冲突，我很随和，我不想让任何人不高兴，我对任何人都绝对无害，我希望用无害换取安全，我认为这个社会一定会因为我无害而不好意思欺负我。这就是我们的社会表面上运行的道德规范，这也是这种道德规范塑造了这种老实人。这种观念呢，往往来自于学校还有父母的教育，而在这个社会的真实规则中信奉这种道德规范，简直就等同于在邀请这个社会来欺负你，这是完全反人性的道德规范，是古代统治者为了方便统治下层百姓塑造出来设计出来的道德规范，目的是将人奴隶化，方便控制操纵。农耕时代这种道德规范可以确保让大多数人自动成为世袭的奴隶，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管理成本。其实人的天性就不是老实人，没有人会天生愿意当个老实人，这就不是人类基因的正常进化趋势，这是明显不利于生存的行为特征，在整个进化过程中是必然要被淘汰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从小缺乏管教的孩子，或者说是孤儿，长大之后人格反而更加完整，更加健康的原因。所以老实人不要总是抱怨这个社会欺负你，你的行为模式每天都在向别人发出信号，告诉别人你好欺负，不是所有人都想欺负你，但是那些想欺负你的人一定会闻着好欺负的味道被你吸引过去。不是整个社会都想欺负老实人，是老实人给自己构建了一个被欺负的世界。